各位同仁，本席代表本院国民党党团对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做两项列案的建议，敬请针对议事日程草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讨论事项第26案暂缓列案。第二项，有关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列案顺序，建议依序为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含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及非营业部分等25案，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好，终于你发言结束了是吧？好，谢谢。好，那我们先请议事人员代为宣读。第八届第一会期第十一次院会讨论事项建议顺序如下：一、中华民国101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二、财团法人中华航空事业发展基金会等三家98年度预算书案；三、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六家99年度预算书案；四、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等二家99年度预算书案；五、财团法人台湾邮政协会等六家100年度预算书案；六、财团法人电信技术中心等两家100年度预算书案；七、